在世贸举行漫画博览会，已经进入了第三天，超红的日本漫画《进击的巨人》，其中呢，男主角爱莲的声优尾玉贵也来台跟粉丝见面。大家好。就在尖叫声中呢，尾玉贵不止用主角爱莲的声音，还摆出了爱莲的招牌动作，让现场的粉丝疯狂大叫。而昨天呢，钢弹三巨头之一的机械设计师大和原邦男也跟粉丝大聊第一弹钢弹的设计秘辛。而统计呢，周六为止，漫画博览会已经吸引了超过32万人，比起去年同期是大幅成长。